要不我让你明天陪我，不许去林家。你要不来的话，就试试看。完了，刚刚撞坏了吗？怎么动？相爱的证明了，为了我的孩子，你要赶紧给我个名分哦。喂，雨棠，你怎么会打来哦？哦，没事啦，我已经检查完啦。你应该去看精神科。你才应该去看精神科呢！老师，你这人根本就有病，居然敢找人害我跟 Rubber 的孩子！还好我孩子命大，不然活活被你害死了。我不知道你在讲啥，不承认是吗？我这里可以用新函数拉证据。推我那人虽然跑，但手机落下来。这里面有你们两个通话记录，这就是你们的罪证。这款合理的事情，就算说你教我，我也做不出来。少在那边装清高了，你以为你三言两语就能撇得干干净净吗？你有心机搞暗算，啊，是安怎，就是无头脑啊！这款通话记录，清清菜菜。都会当伪造出来呀，无你看是有人想要乱我，谁知你伫外口，佫去得罪着甚物人？还是讲你去诱拐别人安怎？你给我闭嘴！你才给我闭嘴！妹，你着把手机啊，摕去警察局报案，叫警察把伤害你的人找出来。妹，手机啊摕，就来我家来起笑，有听到无？老婆，我对不起。你下面对不起我，我对不起你，因为我最近都无好好照顾你，害你整个人拢散落去啊！面对莫名其妙的离婚协议书，你搁家己面对，家己承受。我好好弥补你。我希望以后拢莫阁听到你讲对不起我。我知啊，以后我袂阁讲，我会直接用行动来表示我弥补的心。我现在无用啊，老婆，我爱你。我爱你。
息？什么好消息？开车搞弄到人家掉心。不是啦，是你有心啊。我有心。是有心啊。小姑子，你哪会听到这个消息这种反应啊？啊，你是无希望小姑姑有婴啊？无啦，我是因为太过欢喜，一时唔知影要安怎反应啦。阿婆，我一定好好照顾你甲囡仔，让咱这个家更加幸福。我一定要让自己赶紧怀孕，否则我就没有本钱跟女老师对峙。欺负我，也不帮我，我今天就要好好的教训你。你这袂见啥个查某，打死不退，连我小姑都扛死你啦！哎，对于阿伯死缠烂打是林洛氏好不好？你也要赶紧放手才对的。你哥刚好被告完，你真的是……你没有资格打我，我跟阿伯怎么样也轮不到你来管。安尼我敢有资格插手？我有嘴讲啊无大，你还是无法度清醒。我留面子给你，你选在我的查某囝房间内底，做这种糟蹋我查某囝的代志。妈，我知影唔对啊。你知影啥？我爱你心内有落失，我叫你唔通行唔对路。我讲你的事业，长远有发展，爱你自重。你就是安尼应付我，叫我安怎相信你？妈，给我一次机会，给我一次机会。我已经给你机会啊，是你不知影珍惜，你欠人家的死啦！阿拉斯，住手吧，欧巴桑！你凭什么打我男人？今天我跟 Rob 会这样，应该回家怪你女儿啊！你哪点不行？我的查某囝有啥不对？哎，我让你讲伊啊！她自己管不住自己老公，就是她不对，没有一丁点生活情趣 ，Rob 才不想回家的。凭什么你这样就只怪 Rob 一个人？卡说有一天你结婚啦，啊，我让人怪去啊！你莫讲出这种歪理哦，你就是无法度将心比心。我会说这样的话，因为我有足够自信，我绝对不像林若诗那样子。好。既然你这么有把握，那呢，你就去说服。这 Robert 已经大方坦白，来我跟洛氏的面头前，搁要离婚，我就给我的查某囝点头。妈，你莫插嘴。我的查某囝跟我的孙，我家己会饲。啊，不过我会把话讲好清楚。这段时间不准你搁去教了我的查某囝，你有听清楚无？好，希望你真的可以这么干脆。快点，帮他把孩子拿掉，一定要做得干净利落。你放心，我承诺给你的，一定会给你。当初是你用手段把我骗上手术台，我今天刚好以牙还牙，拿掉你的孩子，我们扯平了。
怨不得我。白丽娘，翠瑶，李律师，我告诉你，你逃不掉了，你最好不要把小孩子拿掉，滚出我跟 Rama 的世界。你这鼻涕也消了。那天宝宝脸干，刚熊来，是你在伤害我，伤害我们 Rob 的感情。告诉你，你最好不要逃了，不然的话，我绝对不会让你有机会拿孩子当武器。你快去抓去！我是富山国医生林牧师，今日你若是到私底下动手术，我会让你失去医生的执照。你快来哦！林律师，我告诉你，你逃到天涯海角也不会有用的，我不会放过你肚子的孩子的，我会带着你爱的人一起下地狱。之前是你妈，现在是你孩子，只有我不知道会是谁。你不许跑，给我站住！林律师，林律师，别跑！只是无想要让心雨一错再错。等一下，今晚我靠不了。就真够识计人啊！好一个帅林露水狗，汪汪！林露西，你这疯女人，居然连喝两瓶还整我！你这是消毒水啦，用在你的身上哦，都好给你消毒一下。较免你规头壳拢是无正常的想法。原本珊珊甲阿美甲我讲要甲你创治，我你跪伫我面头前回失的，我无同意。我想袂到，即摆你连少年人你也要陷害。哎，方心雨，你今摆就好啊，甲阮小姑姑回失的啦。我不要，你不要。哪天我即马就手甲你头压咧，好好甲阮小姑回心嘞！林珊珊，你要干嘛？你这样会告你使用暴力，给我放手！给我放手！珊珊，你快点！什么啦？小姑姑，出轨啊！方心雨，你即马就去急诊，请医生甲你看脉啊，是不是怀孕前期出血？小姑姑，你们叫你医者仁心啊，我看方心雨应该是大姨妈来，不可能是怀孕前期出血。你胡说八道，就是你们害我出血的。要是我孩子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。